可是他呀他天天找个男娇陪他，什么生活条件，什么公共道德，他尽管自己方便，他毫不不趁人妖，高兴起来不做卑微，不分场合我的我老婆找个对，不看我笑是文化消息，本市文联今晚特请讽刺作家李少白同志做有关讽刺文学报告，题目是如何写讽刺小品。哎，同志，卖水果的同志，那里去了？哎，请您到车厢里面来。您能在立刻找到票选吗？发现其他的明星，这儿拿着。这菠萝的蛋得买点，卖苹果的。来了，给钱给你。卖苹果的。哎呀，人家摔你学校。笑，这个。你看没，这趟旅车旅客较多，有好多老旅客还没有找到座位，再有两个座位、这就人吗？请您商量一下。代表让这边有座位，同志。谢谢。同志，起来啊！起来啊，这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健康。你躲一下。你怎么不坐下呀？你看他，同志，你醒一醒，同志，哎，李晨同志，哎，来了，同志，你要什么事情啊？你看，哎，同志，你怎么不坐呢？你看这，我叫他给你让一让啊。哎，是。哎呀。我们这地方太小了啊！哎，同志，醒一醒，钞票
不是查票，请你让一下座位。同志，你请坐吧。好，拦着，拦着。谢谢。同志，你把皮包拿起来，就都坐下了。那力量可真大呀。米啊，他今天准来吗？啊，我接到他的信，他说今天到这儿来做报告的。人家呀都是一见倾心，你们可倒好，连一次面还没见过呢，体温表都升到38度了。你这可麻痹老讽刺人！哎呀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！这还好。姐姐，你别瞎说，主要的是因为我写的那几篇童话给他寄去以后啊，他帮我改得很好，人家报馆才发表的。到现在我们也不过才通过10来封信，还谈不上什么进一步的关系呢。照片呢？他连照片没给过你吗？哎呀，那多难为情啊！连面都没见过就交换相片。好了，别兴奋过度了，快去换件衣服吧。敏英啊，啊，人家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家来，总得好好招待招待呀。是啊，怎么招待呢？你去买点好糖果来。哎，还有呢？哎，再去买几条新鲜的鱼好不好？好啊。第三个姐姐，再请她看一场戏。姐姐，第四呢？嗯，傻丫头，这就够你忙到夜里12点了。哎，姐姐，嗯，咱们分工，我去买糖买戏票，你去买鱼好吗？好啊。那谁做饭？当然是你了。哎呦，交换条件。哎，又是交换条件。真的，你顺便到市立图书馆给我借一本书，我晚上还得备课呢。啊，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好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给你解释证。
姐姐，我们要回来，你可别出去啊！放心，他来电话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主任，咱们来晚了。哎，你看，他来了。哎，老李，老李，哎，老赵。你好啊。你好，好久不见了啊。多年不见了，我来介绍介绍。哦，这就是李少白同志，这是小黄。你好。请上车吧。好好好。是啊，哎呀，你真行。你呢？啊，还是一条光棍啊。啊，那对象总有了吧？哎，总算有一个了，就是你们这儿的人呢。哦，哎，约好了，今天晚上就见面。哦，那你今天算是公司兼顾喽？啊？什么事啊？你为什么把果皮往我身上扔啊？哎呀，这可很不好。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马路上扔脏东西本来就不对。这个你不想问道德。你这个帽子不是扣得太大了吗？实在对不起。同志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是文联的。哼，文联的就应该往人身上扔脏东西啊。同志，这不是文联的问题，这什么问题也不应该扔脏东西啊。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请你原谅啊啊！同志，回去以后检讨检讨吧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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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赵，你们这儿的姑娘可真厉害呀！什么？哎，开车。老李呀，今天我请客，请你尝尝这著名的醋鱼吧。哦，好，请。你给找个座位。好，您请坐吧。湖外青沙，山外楼，采莲人在，花中有啊。哎，真美极了。老李呀，来，好，坐，坐，好。
少白同志，啊，我们给您安排了个日程。哦，嗯，吃完饭先去游湖，哎，玩到2:30，再到图书馆去看您要的那本参考书。对。3:00到5:30，请您看一场好戏。好。6:00吃晚饭，饭后休息一会儿，7:00整，请您做报告。如果您要不嫌累的话，等报告完了再赶去看一看我们诗话剧团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——讽刺喜剧《新机长到来之前》。哎，不累不累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小黄同志，非常感激你呀！啊，我是一切都听你的指挥。哦，不过那个讽刺喜剧我就不看了啊，晚上我还有点事情。啊，我看呐，咱们还是先解决肚子问题吧。好，哦，不忙，我要先去打个电话。哦，好好。哎，谁泼的？就是你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原谅吧，请原谅吧。哼。喂，是啊，我就是啊。哦，不，我是敏英的姐姐敏如啊，你是？少白同志 啊，你刚来吗？哦，你的信我们收到了，欢迎你来。喂，你来吃午饭好不好？啊，晚上来，做完报告来。哦，好，那好吧。啊，喂，那你一定来啊，我们等你。姐姐，好，好吧。嗯，打个电话，快快快。喂，我敏英啊，你是？喂，喂，喂，他挂了。他说不来吃午饭了，晚上做完报告再来。哎呀，你衬衫怎么了？叫一个缺德鬼给弄脏了，多可惜呀。好了，快脱下来吧。哎，真不巧，是他姐姐接的。我到现在是不但未见其人，而且还未闻其声。哦，来来来，喝酒。哎，这就叫做好事多磨呀。说实在的，你觉得有几分把握？也就是有个80%的把握吧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那就祝你成功，来干杯。来，主任，船已经订好了。嗯，好，你请。哦，好，这是这儿著名的拿手好菜醋鱼，来请。嗯，真讨厌，人家挤了半天才买到2张票，还是第4排当中的，这么好的位置，人家有事情啊。算了，他不来咱俩人看去。我哪行啊，晚上还得备课呢。哎，那本书你给我借了没有？哦，那本书全是只有一套，没有特别借书证，是不外借的。哎呀，糟了，那个借书证还在刘英那儿呢。他在哪儿啊？他到公园玩去了。哎，你找他一趟好不好？真麻烦，谢谢你还不行吗？好吧。
老大爷，你有没有看见一队打着红旗的学生在开会呀？哎呀，啊，有，在那边。来来来，我领你去吧。好，谢谢您。一首诗没有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哎，这怎么了呢？你看这个鱼是多么自由啊！啊，我真想变成一条鱼啊。美极了，美丽的花朵，幸福的人生，愿生活像花一样的芬芳，愿你像花一样的美丽。来，感谢你对我热情的招待。哎，老赵，来。老赵，感谢你对我深厚的友谊。老大爷，有人插花。同志，同志，你这手里拿的什么？哪来的？这，你为什么在公园掐花？你识字不？啊，同志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是文联的。嗯，啊，文联的人就应该掐花。这不是文联的问题吗？这，你这掐花又是什么问题呢？哦，不，老大爷，掐花的人溜了。他们都一伙的，中统的罚他，叫他报备。对对，好。好好好，我认罚，我认罚，多少？凡故意毁坏花木者。酌量情况罚款1元至5元。你连掐三朵花就罚你3块钱吧。啊，好好。哎呀，我没带钱呢。那我打电话叫你们机关送来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想办法，我想办法。赵主任，赵主任。啊，小黄。老大爷，他们啊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好，快给我3块钱。干什么？哎，罚款。
给你。我给你开收据去啊。好好。他呢？在那边等呢。那走吧。主任，这笔钱怎么报账呢？不用报，扣我的薪金好了，扣我的薪金好了。主任，他怎么了？他今天高兴。哎，咱不管他，在这儿坐坐吧。小刀在那儿刻字。好啊！又是你呀、啊！你们，跑不了你们。我没敢跑啊。好，情愿少发，发多少钱？少了不行啊，十块，有没有？没有我借给您啊。好，好，不算多，不算多，我想办法啊，我想办法。小黄，快点走吧！再给我十块钱，干什么用啊？罚款呢？给你。哎，幸亏我把收据带来了，一共13元。你们想跑？啊？跑不了。是是是，哼。主任，这笔钱可怎么报销呢？哎，扣我的薪金好了，扣我的薪金嘛。哈，老赵，怎么样？你不行吧？我不行，你行，你行。哎，你行。开图书馆吧。图书馆。老赵，回头见吧。哦，还不错嘛，很好。
哦，规模还不小嘛。嗯，布置得很大方。精彩，太精彩了。哎，书找了。这怎么搞？咦，可惜可惜，怎么搞的？哦，毛同志，这书是馆长签字的，所以我们才借给你呢。可这个好了，我们出去谈。哎，同志啊，已经四点多了，快停空城记去吧。哎，同志。啊。那个掉烟斗的人是你们一块的吗？啊，什么事啊？你看看吧。哎呀，糟糕啊，可惜啊。这种书全国都没有几本，你说怎么办吧？
啊，同志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是文联的。哦，文联的也应该烧书啊，你要是文化局的还得放火了呢。哦，是赵主任呐，赵大姐，你不认识吧？这就是文联的赵主任。不认识，谁弄坏了书也得包赔。好，你们谈，你们谈。这不是文联的问题吗？这，拿钱吧，25块。啊？啊，对，我拿。啊，小黄。怎么？又是？哎，25块。这么多？怕不够了，只有24块。哎，这有5毛。又找出3毛8分。还差1毛2分。打电话叫你们文联送来吧。不不，我再找找。哎，啊，看，还有1毛2分邮票呢。你们等等，我开收据去。啊，不忙不忙，这个明天拿吧。啊，走走走。借的那本书找到了吗？那你看吧。哎呀，这谁烧的？那不是，他们刚走。哦，又是他，这种人真是。这样吧，周大姐，我姐姐急着要看，我先拿回去，你可要当心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这有2张戏票呢，咱们一块儿看戏去好吗？哎，好啊。哎，你先走，我还一刻钟换班，我找你去啊。好，借书证，回头见。再见。为什么娘不见一颗两难为的大队人马，后队再为前队，大
我腿四十里。啊！烧书的就是他，真讨厌！歹物识破家。师臣也罢，老父母拿定之意，不信你的臣，不上你的当。天了，天了，天了，哎，回来回来。老道，我要是司马懿，诸葛亮非当死我不可。一，我命令弓箭手乱箭齐发啊！你说诸葛亮他不阵亡也要受重伤。第二，我就命令司马昭带他一个尖兵连进城去看看啊！先把诸葛亮逮捕起来，你说他往哪儿跑？跑不了，跑不了。是吧？这个思绪好。是这个，看起来我只言欢迎无分，是这样子，这就是宿命论了啊！现在这样一改啊，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个现实主义的嘞啊！好，改得好，好，你太讨厌了。是，你这是个什么态度啊？对你这样人要什么态度？我怎么了呢？啊，我怎么了？找公共进去了。喂，我怎么了呢？这个不行。好，大家过来，大家过来，你太不讲公共道德了，你太野蛮了。主任，这是挑吧？走，这人太气了，走。你们对观众的教育太不够了，算了，你看看这叫个什么剧场秩序啊！你上车吧，请上车吧。哎，你的鞋呢？我去找鞋去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上车吧，你上车吧，我替你的。今天，特请讽刺作家李少白同志给我们做关于讽刺文学的报告。少白同志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喽，大家热烈的欢迎。同志们，
这个今天我来谈谈关于讽刺文学的问题啊，特别是这个如何写讽刺小品，在这个方面呢有很多意见的。我个人的看法呢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讽刺是永远需要的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喜剧，哪怕是生活小节，只要是违反公共道德，我们就要加以无情的讽刺。我们要用讽刺的力量，把一些落后的、不健康的、不道德的东西统统烧毁。同志们，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美丽一些吧。我的报告完了。哎呀，报告的好极了。是啊，我们太需要讽刺剧了。哎，对了，等他来了，把我今天碰到那个缺德家伙的事儿通通告诉他，请他写篇小品文，不，编一部喜剧电影，你看好吗？那他来编可太合适了。哎呦，都十点半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看你急得这样，他一定会来的。敏英，少白同志来了，请进。我给你们泡茶去，你们谈谈吧。我们好像啊第一次见面啊。不是第一次，是第五次见面奇妙吗？
小题大做。出去！这么严重啊？算了。哎。完了。